这何苏苏是刘经卫之首，却只因我看见他杀人灭口，就处处听命于我，此举极不合理。听你这么说，朕倒觉得他不是刘经国的内奸。想要知道何苏苏究竟是不是奸细，还有一个办法。陈先生，陈先生，我有问题想请教您。 表现不错，等回到刘金国，重重有赏。何苏苏，你果真是刘金国奸细。